我叫米利兰，给你过来功能的题目了哈。下半场我们要来谈什么呢？在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呢，用真的是很不雅的话，在批评不管是反年改或是脸书上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人，这件事情呢，还是在持续发酵。因此，下半场我们要谈两个部分，一个是说这样子一个反年改的抗议行动，是不是真的踩到了很多人的红线？如果是的话，又该怎么办？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又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那另外一个是，为什么一个首都的市长讲这样的话，反而引起很多人的认同，甚至高度的称赞？台湾社会怎么了？是因为大家厌倦了那一些假惺惺、惺惺作态的那些政治人物，而期待这一种有什么样的心情，就完全表现在脸上，这种喜怒形于色的这样子非典的政治人物吗？今天也要来谈一谈，从柯文哲的一再的这样子一个现象，凸显出来台湾民主下一阶段会何去何从。可是上半场最关心的是鸡蛋又出事情了，这个叫芬普尼，用在杀虫剂上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鸡鸭的身上，也更不应该出现在鸡蛋鸭蛋的身上的时候呢，竟然在彰化有三间蛋鸡场呢发现了叫做芬普尼的残留，而且是严重的超标。而根据之前欧盟以及其他人做出来这个动物实验呢，如果超标的话呢，在动物实验上发现是对于肝脏、肾脏乃至于对甲状腺有非常大的伤害。小孩子哈，一天呢吃一粒哈，就已经严重超标了，怎么办？问题有多严重？今天来谈这样的题目。先来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在百忙之中还赶来上我们节目的农委会防检局局长黄哲昌黄局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局长。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的理事长张旭正，旭正老师。各位乡亲大家好。空中大学工行系的教授李允杰李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安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我们先来看看鸡蛋怎么又出事情。卫生局稽查员到新北市的寿山蛋行，依照溯源标签系统一一盘点清查，发现有14篮大约2280台斤的鸡蛋，是来自彰化县国贺牧场，疑似含有农药芬普尼，必须全数下架回收。农委会日前抽验农场鸡蛋，发现彰化三个蛋鸡场的鸡蛋含有农药芬普尼残留，研判很可能是蛋鸡场的农民违规使用芬普尼作为杀虫剂，才造成污染。叫做金色消毒，甚至直接喷到那个鸡只的羽毛上面。所以才会有一些那个鸡蛋的残留。根据国内动物产品中农药残留容许标准规定，鸡蛋不得检出芬普尼。三家违规的蛋鸡场分别是文正牧场、国贺牧场以及连城牧场，其中连城残留量为每公斤153微克，超过欧盟标准的30.6倍，而且这三家牧场全都在彰化县。对此，有毒物科医师担心，芬普尼被美国环保署列为 C 级的致癌物，过量摄取会影响肝肾功能。如果以这次验出最高含量每公斤153微克来计算，平均每颗蛋大约含有9微克的芬普尼，60公斤成年人每天吃1.3颗鸡蛋，就超过每人每日容许摄取量。60公斤的成年人来算的话，那12除以9.18，意思说大概1.3颗的蛋，那可能就会超过。那如果小孩子的话，大概差不多0.4颗的这个蛋，可能就会超过。农委会强调，这三个蛋鸡场将进行移动管制，场内鸡蛋全数销毁，并追回总数大约有17万多颗上市的问题鸡蛋。而为了确保国人蛋品食用安全，农委会已经针对全国2000个蛋鸡场全面抽验，最快周三下午前完成。如果有不合格蛋禽场，将全数下架销毁。记者赖淑明、蒋龙翔台报道。为什么会验出这样的结果？最主要的关键是之前在欧盟，特别是从荷兰开始，有欧盟16个国家呢，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芬普尼污染的问题。而之后呢，包括在香港，包括在韩国，也都有非常严重的鸡蛋污染到这个所谓的芬普尼的事件。
而在今天有爆发，连台湾都出现。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农委会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一个叫芬普尼事件的专属网页了哈。那对台湾所有的这些养鸡场呢，进行全面性的检验。可是呢，我们来看看现在查出来的呢，是包括在彰化的三个畜牧场，彰化的文正牧场，它验出来呢，鸡蛋呢是五 ppb， 刚好超标，欧盟标准就是五啊，它就是五。彰化的国赫牧场呢是22 ppb， 超标四倍，最严重这个是彰化的连城牧场，超标了30倍，153 ppb。我想请教局长，啊，这个这么严重啦？这个哈，这个153 ppb， 这个哈，我们已经调查出它的原因，那这个就是养鸡的啊，这个养禽户，那他接受了这个不孝商人的推荐，那就是误用了，就所谓的这个叫做法台宝。那法台宝其实本来是农药啦，那它的有效成分就是4.95% 的芬普尼，它是水旋剂。是，那他把它稀释成1000倍，那就直接喷到那个禽舍里面，包括也喷到了禽只上面的羽毛啦。OK， 所以这个是到今天下午我们了解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违法的留用不应该使用的药剂杀虫剂。啊，局长，我先请教你了哈。所以全台湾现在我们都全部都检验过了吗？所有的养鸡养鸭的这些畜牧场？我们准备在3天之内，把全台湾大概1800家左右的蛋鸡场，全部检测完毕。那大概本来是预计24小时就全部采样完毕哈。但是因为就碰到台风 ，OK。那到今天下午大概5点左右的话，大概采了已经900多场 ，OK。那验的话，到目前已经有73场的结果出来 ，OK。那到目前为止哈，接下来怎么样？当然就是陆续会来公告。那到目前为止就是这3场，1300多个全国的这些养鸡场，1800多个，然后我们已经取了900多个样本，对。然后有多少个已经结果出来？啊，73场，73场啊，但是73场里面有3场验出来超标的情形，就是这3场，所以大概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第4场、第5场。哦，这个要等就陆续的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之后啦。那当然，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是3天之内哈 ，OK， 能够全部把它检测完毕，然后把它公告出来。这种鸡卵嘛，吼，对，鸭蛋没有，鸭蛋目前还没有那个检测，那先把蛋鸡。哦，因为蛋鸡是最大宗的。那蛋啊，鸡有没有？鸡的话，我们现在因为管制的，会上市的是蛋，那蛋鸡它不会上市。了解啊，所以我们就是管制、检测还有管制的，就是鸡蛋。那肉鸡有没有可能也会？肉鸡的话，因为它出鸡的时间目前大概就是35天左右了。是，那因为它的这个管理条件很好。所以应该还来不及，就是有这个出现所谓的鸡的那个羽丝啦，或者是蔽丝啦，因为它的环境控制的相当好，所以这一方面就比较没有这个疑虑啦。啊，这3间吼，彰化、文正、国赫加连城，您有去甲调查嘛，对不？啊，应该有讲，因用这个要讨这个什么蔽丝啦，还是咧跳蚤，用多久啊？这个药啊？这个连城牧场，他是说他第一次用了，啊，但是我们了解罗马公第一次。那当然，这个我们会追查，追究责任哈，包括连贩卖的人，哦，因为芬普尼他有在这个环境卫生用药上有使用，是，那他有一般的环卫用药，也有特殊的环卫用药。那在这个动物用药方面，事实上，哦，有一些剂型。也是可以用在犬猫，但是就是不可以用在我们叫做铲食动物啦。了解，就是讲像这类食用性的动物，就是不可以用。今嘛，这3间的鸡卵吼，流向到哪里去？流向都已经查出来的，所以那个彰化县政府，台中县那个彰化县政府大概已经就是
包括那个禽场的，包括已经流出去的，大概追了大概8万，大概这看一下，大概86200颗的这个蛋全部都追回来封存。啊，吃下去的多少多少不晓得。这个部分因为以前在全世界其他国家也一样，都没有针对鸡蛋来检测芬普尼啦，所以像欧洲也是一样，是因为在荷兰被检出以后，那韩国才警觉到就是这个芬普尼会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台湾基本上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也警觉到了啦。OK， 这个大概就是没想到真的出问题了。我想其他的我们邻近的国家，或者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是有去做检测的话，我都不保证说不会出这个样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农委会做的一个懒人包了哈。什么是芬普尼？其实呢，它可以做在农药，也可以做在环境用药。农药呢，其实就是说要防治红火蚁啦，或是那个水稻跟玉米害虫，这也在做中药，但是剂量要控制啦，啊，通常就是拿来做什么？被讨嘎爪啦，讨高虾啦，吼，啊是讲被讨白蚁啦，吼，啊也可以用在动物用药，可是呢，不可以用在食用动物，什么鸡啦、鸭啦，吼，牛啦，家畜家禽都没，这些都没晒了，吼。对对。这一次就刚好给它用在鸡上面。对。那犬猫呢也可以用。那因为不会有人吃猫狗嘛，可是这一次的问题就是，鸡农呢，他们把这个所谓的芬普尼呢拿来喷洒在他的鸡舍，结果呢，鸡就受到污染，生下的蛋呢就含有超标的芬普尼。我们来看看，那接下来政府打算怎么办？要比照以前的方式全面扑杀鸡只吗？我们来看看政府的做法。动物防疫所人员全副武装到蛋鸡场采样，要将这些鸡蛋送验。因为彰化县有3家蛋鸡场的鸡蛋被验出残留非法农药芬普尼，不过其中一家业者喊冤，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就是好几年下来都在使用，但是政府如果都没有限制什么药的成分不能使用的话，大家在普遍使用之下，只要政府一公布，然后药份有问题的话，那谁是最该？这倒霉者就是我们了。文正牧场强调，他们常年来都是使用一样的消毒药水来进行鸡场的消毒，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其他蛋农认为，每个蛋鸡场使用的消毒药水成分可能都不太一样，很难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伊可能是药的问题啊。药啊，安怎算？因为药这侪种的，不一定啊。啊，那一般消毒是消毒得足。就是安尼消毒尔嘛，无啥物做就。安尼消毒药品的时阵，就是拢有经过检验过标准的这种消毒药品就消毒，安尼利益啊。蛋农表示，蛋鸡场的消毒是一定要做的，一般都是使用喷洒消毒药水的方式，但应该都会使用合法用药。彰化县动保所强调，若使用非法用药，将进行开罚。那如果说畜牧场它不是使用这个正合法的这个动物用药的话，我们会依据动物用药品管理法来跟他处6到30万的罚款。彰化县动保所表示，目前问题蛋鸡场的蛋鸡并不会进行扑杀，不过鸡蛋会全数销毁，针对消毒药水也会进行化验，厘清芬普尼的成分到底从何而来。记者邱子培、黄群彰化报道。我们也来看看农委会所做的懒人包到底芬普尼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了。其实各国标准不太一样，欧盟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是 5PPB， 日韩呢是 20PPB， 美国是 30PPB。 如果用 5PPB， 也就是台湾是采用欧盟的这个标准的话，刚刚我们看到是150几 PPB 被验出来，跟西洋超标几倍，50倍以上呢。啊，大量使用的话会怎么样呢？动物实验清楚的指出来，对人体的肝脏、肾脏、甲状腺功能会有明显的损害。然后呢，只要小孩子吃一颗蛋，被污染的蛋就已经超标，对，更别谈长期了哈。啊，我请稿，所以现在全面扑杀。我要做一个说明哈，那大概153个 PPB 的确是偏高，哦，那刚才我有一些专家讲说，那个就大概吃一个半的蛋。就超标，就超标，那是表示说你是天天吃这样的剂量的一个蛋，一个半的蛋。
那可能要连续每天都吃，啊，要吃四五年才会啦。哦，不是说每一次就吃一颗半下去就会啊。那事实上，我昨天自己也在那个火车站买了两颗茶叶蛋呐，那早上也吃了一颗荷包蛋，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哈，就是吃同一个来源的蛋，然后每天都吃，然后吃了好几年哈，所以当然残留这么高，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但是大家也不至于要太恐慌了。了解，局长，您就是要澄清说，不用因为这个事件导致所以大家不敢吃蛋，然后蛋农的一些损害了。不过我想请教，那这件事政府现在态度处理方式会是正面？我们正面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呐。所以这一次是跨部会的一个机制哈，就是包括食药署、环保署还有农委会。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就是。跨部会的合作，所以决定在24小时之内把所有蛋鸡场采样完毕，那3天之内把所有的检测的结果都能够公布出来。那只要是超标的，就是管制它的蛋不能够上市贩卖。那它的蛋鸡基本上不会扑杀，鸡不杀，鸡不杀，因为像刚才有一个5PPB 的哈。芬普尼在鸡里面是会代谢的啦，哦，它说不定再过10天或者是14天，它产出来的蛋哦就检不出有这个芬普尼了。啊，它的鸡会不会拿来卖？它只卖蛋。这个蛋鸡是不会上市的啊，蛋鸡只卖蛋不卖鸡嘛。对对对，所以以前那个淘汰的蛋鸡还会拿去做鸡精呐，但是现在大概市场上也没有这样的需求了。OK， 所以我们针对蛋来管制，那鸡的话我们没有要扑杀。刚刚在新闻里面也有那个蛋农，他就讲说啊，你政府也无跟我讲好清楚啊，什么药也使抓，什么未使抓啊，我就照平常安尼抓，结果讲诶我出问题啊，啊你政府咱也拢无爱讲好清楚。其实这个在对农民做教育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讲啦，哦，有一些就是在这个食用动物上就是不能用的药嘛。啊，但是伊的什么什么法台宝，啊，你也知道那是什么挖沟。所以这个就是勤农，当然我想政府应该要负起这个哈，比较彻底的去教育这些勤农哦，因为来路不明，那你明明知道那个什么东西你都不晓得啊，那事实上我们看那个就是。4.95% 的芬普尼，芬普尼的水旋剂，那那个其实在农作物上面也不可以用的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我们不能够判断他是故意的，还是说是不知道啊。但是反正你是用到了不应该用的这个杀虫剂。我想，刚刚其实从电视上的这个画面哦。我看得出来，我们就是觉得说，这里面出现了我们政策执行上非常大的一个漏洞。基农说，金华不公博啊，啊不公法清测，然后刚刚好像彰化县的那个县政那个县的，好像农业局的人说，哎，我们都有跟他们讲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有必要去追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都是在下游端，鸡肉，或者是猪肉，或者是鸡蛋。出了问题，验出问题之后，才在那边追查，每次都是在下游端才追查出，哎，有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在从上游的这个地方就先能够做一些掌控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这个农药商，他到底是知道不知道他所这个贩卖的这个消毒药水，这个药是非法的，啊，还是说他明明知道？这个药是违法的，他还是卖给那个鸡农。如果是归责于药商的话，那当然是药商要追究他的责任。那局长还是请你谈一下未来这些用药的管制。那我觉得这个绝对严格取缔嘛，这个绝对严格取缔嘛。你卖的人，你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不可以用在家禽的上面，你还去推销嘛？那当然，所谓的下游端或上游端，我们现在其实去稽查的。是上游端哦，也就是产蛋的地方是哦，从蛋鸡场开始是每一家都查是。那如果说是今天大部分的勤农都不晓得那个是哦违法的用药的话，
那验出来的比例不会是这样啦，因为这里面其实哦，刚才有放出来有一个是五 ppb 啊，那个其实在边缘而已啦。真正比较高的就是刚才讲153 ppb 那个啦，那个可能用了不久啦。所以今天不能讲说是普遍的在违法使用，哦，绝对不是这种情形。那我们检测完1800多场之后，会把结果全部公布在农委会的网站上面，是是，那就是消费者也可以知道。那另外就是好，不能上市的就是不能上市。关于食用药品以及整个食安的问题，我们当然会继续持续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四大运。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现在呢最新的成绩呢，我们其实一直在拿金牌了哈。现在的成绩是7金11银3铜。我们来看看四大运最新的战况。队友庄少群互相掩护，努力保持在领先集团。柯福轩在男子15000公尺淘汰赛依旧拼劲十足，但身穿黄色车衣哥伦比亚两位对手跟超紧，成为最大劲敌。四个人拼得凶，最后一圈哥伦比亚 Ivan 在队友配搭下率先通过终点，柯福轩24分9秒763拿下银牌，队友庄少群未能夺牌。接连在10000和15000公尺屈居银牌，下午的1000公尺争先赛，柯福轩和黄玉玲配搭，最大劲敌依旧是南韩和哥伦比亚选手。这次柯福轩不再屈居银牌。男子1000公尺争先赛金包银，稍后进行的女子1000公尺争先赛，杨和珍、李梦竹又传来捷报，杨和珍金牌，李梦竹银牌。更猛的是，两个人已经先在女子15000公尺淘汰赛包金夺银，滑轮溜冰光是今天赛程就砍下3金4银，堪称中华队大金库。记者综合报道。我也很快来整理一下现在得牌数了，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金牌的部分，已经拿到了7座的金牌，包括其实绝大部分都在滑轮溜冰了。其实我们这次滑轮溜冰真的表现得很好，女子1000公尺争先赛杨和珍拿金牌，男子1000公尺黄玉玲拿金牌，然后呢女子15000公尺淘汰赛杨和珍再拿金牌，然后呢，滑轮溜冰还有2项，杨和珍、陈彦成呢也是拿到金牌。哇，杨和珍拿了3面金牌，哇塞！那举重的部分呢，女子58公斤级郭幸存破了世界纪录，拿下了金牌。银牌的部分我们也很快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下一张银牌呢。绝大多数现在呢，因为其实才刚比几个赛事嘛，哈，滑轮溜冰，然后以及跆拳道呢，以及跆拳道品试项目呢，其实我们都拿到很不错的一些成绩。我们先来看看刚刚谈到郭幸存创了世界纪录，拿下中华队的很重要的一面金牌。健康中心，别连，嗨嗨！奋力举起杠铃，郭幸存在挺举成功举起142公斤，打破中国选手邱红美高悬10年的世界纪录。郭幸存抓举107公斤和总和249公斤，也都打破世大运纪录，成功把金牌留在台湾。我相信那个142公斤是，我相信那是全台湾人民一起帮我举起来的。谈到当下的心情，一度哽咽。即使过了一夜，郭幸存情绪仍然澎湃，因为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前，练习时的杠铃砸伤大腿，严重伤势经过耐心复健，又从里约奥运的挫败中重新站起来。自己成长了很多很多，然后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方面，就是我会很愿意去面对我自己个人的问题，然后来去解决它。去思考自己，然后也借由这样的激励来去鼓励到青年的朋友，希望他们可以面对挫折，然后要勇敢的去挑战自己。面对长期训练还有各项国际赛事挑战，郭幸存自有一套舒压的方法。所以我那时候有买了一台钢琴，真的钢琴，然后放在国家训练中心里面。所以当我有当我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去弹钢琴，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记得，我第一首自己弹起来钢琴就是
铁达尼号的主题曲爱无止境。透过弹钢琴和阅读励志书籍，郭宪纯找到举重的意义和生活的重心。接下来他还要在2018印尼亚运和2020东京奥运继续用手中的杠铃感动全台湾。记者郑维仁、郭俊麟台北报道。不，体育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哈。啊，明明我们也不会溜直排轮啊，更别谈说要举重。可是你看到人家拿金牌的时候，你就是他高兴，你其实有时候还比他高兴。然后特别是台湾队或中华队拿金牌的时候，哇！啊，所以这时候有人去闹场，就说啊，你是在冲啥？就是打给那个欢天喜地啊。就算失败没拿金牌，或者是打输了韩国队，我们也不会说就是真的要去唱衰或什么的。不过我想请教徐正老师了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全教总跟那个开幕式的那样子的一个抗议毫无关联啊。可是其实全教总从年金改革国事会议以来，对于政府的版本也有很多很多的意见，也很不满意啦，盖别送了哈。是，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您的看法？以我们观点来看，我们其实现在看监督联盟、全教产这些反年改团体他们从第一次上街其实就是错误的啦，然后就是一路错，那么当然在这一次这个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四大运体育赛会里面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当然会变成说全民的公愤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体育赛事它其实象征的是一个友谊和和平，不是说不能抗争，因为当天其实很多团体在做抗在做一个陈情陈抗的活动，那事实上也有规划那样一个区块。好，那我们看世界各国如果在体育赛会抗争的话，好像除了恐怖攻击造成人命伤受伤以影响比赛的进行以外，好像也不曾看过有类似的陈抗影响这样体育活动的一个进行和比赛。不过我可能要事前说明一下，我们现在也很清楚，在全国教师团体最重要的一个是全教总，另外一个叫全教产。那为什么今天没有邀请全教产？有两个理由，因为之前其实黄耀兰黄老师也来上我们节目很多很多次。那如果今天再邀请他跟您来同台，大概今天你们两个就已经吵不完的了哈。所以我们大概就今天尽量避免说那个你们两个团体在路线上的不同想法。但是我还是想，因为今天他不在了哈，我们还是想回到说，表达抗议，为什么你们会采取不同的路线？你们的路线也被批评是过度温和，过度跟政府靠得太近。对，我想啊，我们就说我们认为社会运动是很神圣的，它其实某种情况来讲，它是一个要跟社会对话，甚至它是要去冲撞体制，因为你在这个体制内，如果你的声音得不到就是被听不到，或者你权益没办法保障的时候，你可能要用激烈的手段去冲撞这个体制。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在这一连串的你反年改团体的陈抗活动中，有没有达到跟社会对话的一个目的？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没有的。我今天可以很负责的讲，如果今天不是有反年改团体的话，我们以我们全教总，我们虽然支持年改，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案，我们对于政府的年改方案我们也不满意，我们 99% 我们也会上街。只是说当年改当反年改团体他们上街，在我们看来是把社会运动把它玩那个手段玩坏了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在上街是没有办法跟社会对话的。也就是说，从去年的9月3号年金改革方案完全都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号召了十几万的群众上街。可是到底在反对什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社会完全看不到，唯一的印象就是他们就是反对年金改革，所以被冠上一个反年改团体。那么一路走来，到后来包括发起的一个绝食接力，绝食是以生命来抗议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他们发动的一个绝食接力绝食是一个人做一天，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做，那时候就被大家笑说这个是在比饥饿三十都还不如。所以一连串的一些错误的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走法啦，没有办法跟社会对话，反而会让社会认为说其实你们只看到自己，眼中都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包括以我们有8万多会员的团体来讲的话，那一开始我们就被打，被他们打成说是政府的打手啦，民进党的侧翼啦。我坦白讲，我们只不过有一个决议说我们支持年金改革，然后有一个年金改革的方案，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方案。但是在
在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就把我们打成是政府的打手哈。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整个社会运动在他们手里是被玩坏掉了。不，东老师，我们大概今天也不会再去谈所谓的路线对错了哈，因为当然我们很清楚，社会运动永远会有不同团体对路线不同的主张，而是非对错以及成败，恐怕现在要论断也太早了一点点了哈。因为搞不好说实在，采取激烈的才是更有效益的，所以这很难讲。但是我们从现在来去看，在三天前开幕式的那样子一个活动，那昨天那个召集人他也谈得很清楚，丢烟雾弹打警察都不是他们的。啊，如果查清楚是他们，他会道歉，然后，但是他现在认为不是他们，所以他是认为是被栽赃抹黑的。可是至少到现场去，然后最后的结果看到是运动员无法及时的入场，然后社会对有很多对他们的不谅解。到底那样的路线达到他们的诉求的目的？你从结果，这个东西就成败论英雄。从这个结果来看，你看到是这次的他们的抗争是失败的哈。如果不是失败的话，柯P不会讲《三字经》之后获得48万个赞。那个不叫《三字经》啊，那个那不叫《三字经》好。好 ，OK， 国骂是不是？好，但是你回过来看说，就是说为什么以前有些抗议它是可以获得社会共鸣的，甚至包容的，就是社会可以包容它，甚至我不赞成我可以包容它。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说，你知道体育赛事的抗争要特别小心，尤其像对台湾来讲，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国际赛事了。那在那昨天在那个开幕式礼拜六当天，我们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就它有陈抗区，然后群众往前冲，往前冲到小巨蛋，那个距离就非常近哈。是，然后同时在转播大概7点钟左右，你看到我印象中应该从加拿大开始 C 字开始，就只有旗子，后面没有选手，然后20几分钟都是这个样子。我想在当时，如果你可能在用餐，你可能在家里已经在看电视的人，你看到那一刹那，你马上知道事情不对了，因为你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体育赛，前面都还有选手，忽然间不见了。这个时候，当你在看到画面，接到烟雾弹，接到那个抗议的群众跟警察在那边推那个铁栅栏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面大概就做出一个判断，就你不会同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在整个状况之下来讲，其实包括我自己，我就非常愤怒。非常非常愤怒，我自己在脸书上也写，我觉得我除了用三字经外，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你就知道那个情绪。所以你的情绪跟柯P是一致的，一致的啊。所以柯P的那样子的说法，我不敢讲，就是帮你宣泄了你的情绪。不，我写的比他早了哈。那个你知道那个情绪是国民情绪是同步在脉动，所以从这个事情来讲，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一次对那一天来讲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说你要做运动的人，你要是要搞清楚，因为你有不同的团体，有反同的，有反年轻的，有其他的，也有台独的，不同政治主张的一定要区隔开来，这是警方在处理群众运动的 ABC。 那我现在讲说，做运动的人你一定要让你的诉求有效的被社会听懂。那在反年轻团体的这一波里面，过去他的诉求里面你没办法听懂他要什么，你只知道他不要说一句话，他不要改，你最后只会留下一个刻板印象。礼拜六当天晚上，当你遇到这样子一个画面，一边是只有旗子没有选手，你会有一种丢脸的感觉。一方面你在看到了烟雾弹，你看到了他们在跟警察在拉那个铁栏杆的时候，我想任何人会有什么判断都很清楚。好，更糟的是什么？在后续，比如说这几天来，我们在上电视在做评论的时候，也会跟当天的一些人同台。所有人都是一句话，如果怎么怎么样，以前民进党可以怎么样，这不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的一个方法，甚至他把台独扯进来，就陈怡婷，那是很快的，网络上就比对出来了，时间点更不对。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完全看到他们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不管是上电视或者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只会留下第三个刻板印象，什么印象呢？不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是累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要造成的，甚至说我是要来加油的。你知道那个话听了就很反讽，一个运动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小。那再加上李莱西，你知道他等于是
提油救火，所以整个一个结果就平心而论，对斯大林我本来没那么看好，我认为说柯P能够不犯错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嗯哼，没想到出现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让柯P，我相信他未来会有一段时间的声望很好，会很高，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治人物，讲出三字经之类的话，你还能够享有一个高的一个声望。不降反俱升，对，而且这个局哈，这个局大概可以维持一段。当然了，这个前提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些日子里面，他不能犯错，因为整个四大运动还并没有结束哈。他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的话，也会有反作用力。这体育活动哈，尤其是这种全国体育活动，比如说我是五年级的，你知道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棒球，少棒队在威廉波特啊，或者是那些那个会让你产生一个共同参与的荣誉感。今天的四大运对台湾此时此刻来讲，也产生那个共同的荣誉感，那是一个群众心理。那反联改的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不是说他没有权利，他有权利陈抗，可是他有一条红线在那个地方。是，我再举一个例子，民进党过去，曾经在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访问的时候，也发起了在圆山前面发起了群众示威，在结束的时候，结束以后，有一群黑衣人跟警察发生冲突。社会里面也会有一条红线，就是说这个冲突我账算在谁身上，谁要负责。那时候蔡英文才刚接民进党党主席，后来国民党在讲蔡英文是暴力小英，其实从那件事情开始，那件黑衣人是蔡英文叫来的吗？当然不是，可是因为那个活动是你办的，虽然结束以后还是结束以后发生的，账会算在民进党头上。就是社会会有一个自动的归类，就是说你既然要办这个活动，你既然要做这件事情，你相对应的，你有你的权利，相对应也有你的责任。所以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能讲说，我真的非常意外这件事情啊，让人家不舒服。但是也很意外这件事，反联金的这些团体居然救了柯P，他把柯P的身世跟民进党之间的纠结，如果未来没有任何的 trouble 的话，这一件事情会让民进党在台北市非常难提名。李老师，那就会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谈是非对错，那因为也没办法厘清到底那个烟雾弹打警察到底，因为那个之后还要警方追查了哈。可是很明显的，在之后反联改的声音恐怕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些压制。是的，这是一个。那当然，这个立法已经三读过了啦齁，可是至少那个不同的声音要再表达，恐怕它的空间会变得小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更不能说有趣或耐人寻味，而是让人家费解的是说，一个首都市长，你放在任何的地方齁，当然川普又很不一样了齁，讲出那样话都是极为不妥的。对，但这是 ABC， 可是当他是柯P讲出来，而且在前天那个脉络下讲出来，马上几十万个赞，马上大家说对，就是这样啊。然后马上有馆长说你叫小家伙，我欣赏你等等的。那反映的是台湾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文化？我们来看看，前天当柯文哲讲出那句话之后，对台湾未来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好的或是坏的影响？在国家的这种重要庆典，你纯粹是来搞破坏的，王八蛋，对不对？就是柯市长的这句气话，让世大运开幕式遭骚扰一案又横生枝节。因为不满反联改团体在世大运开幕式现场抗议，造成各国代表团无法进场的窘境。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天在记者会上多次严厉谴责反联改团体破坏国家庆典，更脱口说出不雅字眼，引发民众热议。有网友在柯文哲的脸书留言批评，明明是伟安的疏漏，市长却怪罪抗争人士，还引来柯文哲的亲自回复。神来一笔的留言最多吸引超过48万人按赞，不过这则贴文稍早已被删除。柯文哲的强硬风格也引来不少批评。立委段宜康在脸书发文指出，这次世大运的伟岸工作由台北市政府掌握指挥权，全权负责却变成这副样子。柯文哲在大声骂别人之前，应该先骂骂自己人。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表示，市长不该用一句低俗的骂人用语，就想转移伟岸不利的焦点。反联改代表李莱熙更号召网友直接留言回骂。至于柯文哲的不雅用语是否有处罚之余，律师邱显智认为，网友留言内容和柯市长的回应都可以让彼此互告公然侮辱，但会不会成立，还是要检察官考量双方言论自由保障及名誉权的伤害，才能决定是否起诉。
布里老师就是说，政治人物不应该起不好的错误示范，这个是 ABC， 可是 ABC 在柯文哲身上完全不适用，失效。我想啊，这个事情呢、啊，我分三个层次来看呢、啊。第一个层次呢，我刚刚完全同意东豪所说的，就是说反联改团体呢，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然后做这样一件这个陈抗的动作。那么是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四大运可以说是相当于这个大学的奥运啊，那叫小奥运，小奥运，小奥运之称。那么难得台湾在主办这样子的四大运，这对台湾来讲，对台湾人来讲，这是国际空间的大事，台湾的国际空间大事。所以就好像说，这个难得你人生大事，对不对？你要这个娶媳妇，你要嫁女儿，这样的人大生大事有人来闹场，这个一定是会被大家所诅咒的。那所以这个去闹场就是不对啊，我想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就是说。基本上在很多的国际活动里面呢，都一定会有一些抗议团体，比如说 G20， 你会看到那些这个环保团体或者是爱护动物团体，他们就穿着那个什么，嗯，就是我反对你这个杀害那些，那个貂皮大衣，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就在那边裸肉，你看哦，在那边抗议那些环保团体人士，事实上人数并不多，可是警方如临大敌，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国际赛事、国际会议当中，这个当地警察的维安工作。你有没有做到滴水不漏？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事关到你的国际颜面。好，那今天你说从这个事情来看起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嘛！你明明知道说有反联改团体，有这个同志团体，有这个台独团体在一起。当然台独团体可能是因为抗议柯P两岸一家亲嘛，哈，好，可能是抗议这个。那么反联改团体是利用这个机会要给这个蔡政府难堪嘛，对不对？那既然这么多团体。那你事先有没有好好的规划好那个封锁线、那个管制线？然后呢，你的人力够不够？好，这个部分我觉得确实是维安出现了疏漏。那柯P他这样子一骂之后呢，确实是有效的转移了这个焦点。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去思考说，你明明知道有人要来陈抗这么多抗议团体，那为什么每一次好像好几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是说，台北市政府在处理这样的维安动作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出现疏漏？而在事后这个脸书上讲这三个字，我必须要讲，这是我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下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脸书或者看赖群组，叫做干声连连。我不晓得主持人或者你有没有经常去看一些年轻人的 PPT 或者什么，他们经常就把这个三字经国骂当成是习惯用语。在那个台大 PPT 实业坊，或在他们的这个 Line， 或者是在这个他们的这个脸书上，有时候当成习以为常，你知道吗？只是说他把他认为这是一个问候用语。嗯哼。那如果假设对方对他有敌意的话，也许会告他。那他就是因为说啊，这大家都是自己人，所以他就随便干声连连。我说真的，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教育示范。啊，今天不是说你不爽，然后呢就这个粗话就骂出来。好，那更何况这个王八蛋这三个字是隐喻是人家是杂种。这个作家曾经有讲过嘛，他是那个什么母乌龟外遇的孩子，就是杂种嘛。所以讲这个话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教育示范。那但是很奇怪，在脸书上面竟然有48个人按赞。那当然，因为这里面有对立，对不对？有正面跟反面的人骂来骂去，那个看的人就会觉得很爽。所以当然48万赞，我觉得那不以。这个不以为奇，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未来哈，台湾应该还是不要用这样子这种民粹操作的方式啊。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进入比较理性思考的社会。我觉得台湾应该走到这个地步。不过，旭正老师，我也许试着站在部分反联改人士的心里面来想事情，是说联改国事会我也参加了，那我也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去嘶吼。去讲我的意见，我反对的地方，然后我所有的言语呢，完全不被采纳，完全不被尊重。然后呢，之前蔡总统说，我如果第一次听不到，你可以再很大声的喊第二次、第三次。他们喊了几百次，蔡总统完全视而不见，所以他们就只好只如影随形的，有任何的场所能抗议，那也许时间点跟地点不太对，可是他只是唯一能够抓取的机会。有别的机会吗？就算你们用所谓的比较温和的路线，
最后年改还是照民进党版本改过了。事实上我们有蛮多主张在这个年改法案中实现了。那当然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说，我们把教师的退休起职年龄从65岁下修到60岁，又再下修到58岁。那事实上还包括这个退辅基金，就是改革后节省基金全数道路，它其实是反来反去的。六都的，我们知道六都的市长都反对地方的18%节省经费道路到改革后节省经费道路到退辅基金去，但是我们还是成功的把它全部，就最后的法案还是把它全部倒入退辅基金去。所以虽然是说那个是所谓的民进党版本，但是我们从2012年开始主张年金改革，我们有很多主张是在这次的方案中是有被落实的。所以你认为透过体制内的这些沟通或者是陈情，它才能够真正达到所谓的对老师的权益最大的保障？我如果今天是由我们来主导，这个年改的一个社会运动，包括街头陈抗的话，我们相信我们还可以争取到更好的一个方案。嗯哼，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就是因为最后声音都是被这个反年改团体所取代嘛。我就讲说这个公教对于反年改团体的一个看法了，尤其是这一次819的事件哈，我那时候其实我不在看电视，我在外面，但是很快的我赖群组就出现了很多我们地方工会地方理事长，说他们已经接到很多老师很多会员的要求，说我们要赶快澄清，我们要赶快切割，赶快发出声明。所以其实当天晚上我们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表示说我们呼吁这些年改团体要理性陈抗。那事实上这个新闻稿好几家媒体也都有刊登了，可是下面留言我们看起来90%民众搞不清楚我们跟这些团体有什么差别，在骂我们说我们敢做不敢当啦，什么现在出事要切割啊。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没有跟他同一道的啦。那我要讲的是说，我再次强调就是说，事实上所有的抗争它其实要制造的是跟社会对话，那争取更多的人认同你的声音，或者说至少争取社会有一批群众是同情你们的。但是他们的做法反而是激起了社会大众对于年改的支持。那当然今天一个蔡英文政府，他因为你们的抗争反而让大众更支持他的一个年改的时候，他当然是毅然决然的做下去啊。不过段老师，我们回来看看啊，就是说那个现象其实是很奇怪，在台湾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其实有时候你看菲律宾也有一点类似啦，似乎大家都厌倦那一种正经八百，然后说实在，然后看起来好像就很假惺惺作态的那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遇到再不爽的事情说啊谢谢指教啊，很开心的时候啊没有啦，这是大家帮忙这样子，就假就假啦，啊你很难得遇到柯P这种没送，伊就跟你讲伊就没送，他会用你想象不到的方式跟语言讲他真的很不高兴，譬如说骂那三个字，可是骂完之后呢看法两极。市府发言人说呢，柯P一定会负责任的，因为那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嘛，话是他自己讲的嘛。段宜康刚也是刚像李老师所说的，你全权负责搞成这个鸟样子，然后有大声骂别人，自己总该先骂骂想想自己吧。王定宜说呢，这个用这三个字呢，实务上确实对人格贬义了哈。不过呢，这个是不是算是公众事件？公共事件来评喻呢？这个是有构成妨害名誉的风险。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市长的风险跟民众的风险不太一样。民众可以批评公共人物，公众人物呢要批评个别民众呢，他要承担的责任会大一点点了哈。那作家李秋远也刚刚讲李老师有说的那些话，然后何沛的这个翟本桥翟神说阿伯哈嘛是互相赔啦，就要看法官怎么判哦。是市长的名誉比较贵，还是那个脸书连友的名誉比较贵？那是市长要负担比较大的责任，还是这个民众要负担比较大的责任？这个法官判法就会很不一样。可是很奇怪，讲这三个字，刚刚您谈的名望不跌反升，是这反映的台湾是什么问题？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哈，那么讲哈，比如说有人说有人叫我名嘴，但是事实上我的本业应该是记者。我以毁谤来讲，如果记者写一个新闻稿，写一个新闻，涉及到毁谤罪的时候，通常来讲，法院哈，因为你是记者，会对你比较同情。是，但是当他看到你是名嘴身份的时候呢，
我的法律风险会变高，就是我败诉的几率比较高，一样一样哈。那你看到这三字经这三个字，像我自己在脸书上面，我就知道啊，我不能直接用那三个字啊，所以我用三字经啊。那三字经是不是国骂？不，你不会想成人之初嘛？不会。那你回过来看看柯P这件事情来讲，我就想这个事情其实有个特例，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国民感情的同步的脉动，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情绪在很多人心里面。那柯P在记者会里面把它讲出来，所以他会获得支持。但你说那件事情对不对？当然不对了，当然不对。可是他贴近到一个更强的国民感情上面去，所以他就获得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道。那对政治来讲哈，他最后一切的东西化为到选票上面。就如果他这个国民感情的同步脉动能够延续到一年以后，那就是他的选票。OK， 好，但是四大运当然会结束，然后这中间，随着这个情绪会沉淀，慢慢会有些事要被检讨出来。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当初台北市警察局在做一些规划上来讲，你当然我们这事后哈，显然是犯了一些错误，还有他们应变执法上的是有很多状况的。那这些东西在四大运结束之后一定会被检讨，那个时候就会有责任。好，可是我说柯P比较聪明的一点是，他在讲三字经之前，他先讲一句话：所有的政治责任我负责。嗯哼，不仅是一个民选市长，他的政治责任怎么决定？他的政治权就是任期到的时候，他要连任的时候那个选票。是啊，只有一个例外啊、哦，像我是台中市人，台中市的人如果有印象的话，你大概会记得那个威尔康大火，当时的市长叫林柏龙先生，林柏龙那个时候对要不要辞职那件事情犹疑不定。他最后是怎么？他最后是被停职的。他被谁停职？被监察院。威尔康大火最后林柏龙被停职，停职之后要改选。民进党那时候，我又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张文英，可能是张文英，后来就当选了。这除了那个是用监察院去就责之外，其他的对一个民选首长的政治责任，就只能他要任期届满前，他如果是竞选，他如果已经连任也没有了哈。他因为柯P要选连任，所以你就用选票做个决定，政治责任就他就一肩扛掉了。所以他的讲法里面，你非常非常有趣哈。你就看他其实在现在的柯P绝对不是政治素人，我也不能说他是精算师，可是他不是素人的哈。他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扛所有的政治责任，包括基层员警在整个过程里面，包括台北市警察局警方所有的过失，全部被他这一句话盖掉。然后呢，后面他才有那句三字经。OK， 所以整个事情来讲，柯P在政治上来讲越来越成熟，但是他因为会有时候会有脱口而出的东西，那这次我觉得是柯P的运气真的蛮好的，也就是说一个平行人，我对体育没有那么关心的，因为选手不能出场，因为那些画面不断的在被重播，你就会愤怒。其实原本台湾并没有那么把自己的民族或国族情感。跟四大运连结的，那么讲更白一点，你甚至可能没那么关心四大运。你从这四大运最近的那个门一些赛事，你现在已经会买不到票了。刹那之间，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最大的赢家就是柯文哲了。对，他被整个反联改团体把那个情绪给激发出来，反联改团体帮了柯P大忙，这个大忙真的是，而且还被骂。这个是从政治的效果来讲呢，就是说帮了柯P大忙。但是我还是比较想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你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小布希啊，曾经在这个竞选的过程当中哈，骂了就是相当于王八蛋这个 son of bitch， 狗娘养的，啊叫他们叫 SOB， 那结果骂了之后，他民调就下降了3个百分点 ，son of bitch， 因为你知道美国的那些，因为美国算是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家长或者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非常重视 education for children， 孩子的教育，你知道吗？就是孩子的教育。所以你注意看美国电视里面，你只要讲那个 F 开头的，你各位你主持人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国骂哈 ，F 开头的他都被消音，有没有注意到？他因为那消音。公众人物只要是讲那个 F 开头那个字，就是把你消音，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叫嘎派给他打谁了，哎，听好不好？嘎派给他打谁，这东西非常坏的示范。所以其实上柯P在电视上公然用这个东西来骂，事实上我觉得，我不晓得他是经过精算还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会造成
哦，这个舆论的焦点，然后造成一定的这种正反的这种激荡，而这个东西就转移他的这个行政，他的政治责任跟行政责任，就他的这个维安疏漏行政责任。那但是我必须讲，就是说从整个教育的效果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坏的示范呐。就公众人物在上面公开示范，现在的小孩子在 FB 在 LINE 上面已经是干涉年龄，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教育就是很困难，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在网络上的世界跟他们在平常跟老师的那个对话是不一样的，他网络世界是张字连理。李老师，你这样说法会不会是老生常谈？就是说，你就是要讲你就讲，可是台湾这个社会其实已经不是从那个方向在前进了。不是，那你要考虑到教育问题呢？小孩子的教育问题，难道你要教小孩子动不动就用三字经用国骂吗？不，东豪这个事情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会对台湾未来的政治文化，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这是个特例啊。说柯P如果在别人想学也学不来了，不，即使柯P再来一次，也不见得会获得掌声。对了，刚好在这个 timing。 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国民情绪，集体的国民情绪在国民感情在那个地方。那柯P刚好把做他讲的这句话跟多数的情绪是脉动是一致的。可是你换了其他场合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像小布希一样。对啊。小布希，我记得他讲的时候好像是针对记者还是谁？对，是要 bitch， 他讲一个白宫记者还是那个绝对有场合的，就这个事情绝对是特例，绝对是特例。就像柯P，他在刚选举的时候讲错话的时候，他要干嘛？马上要先道歉。嗯哼，所以他还是有一个游戏规则在那个地方的哈。那至于说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说对学生的学习或者年轻人的学习会怎么样？因为学习是很多元的了哈，是。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网络用语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不一定。但是对柯P来讲，就是说他是指标性的人，就是你是一个台北市市长啊，所以他那么讲，简单讲，如果今天那个杨小姐要去法院打官司的话，我刚才为什么用我自己做例子，就是说杨小姐如果到法院打官司，我相信法官会判柯P输，当然好赔。那杨小姐不一定会输。甚至就算输也赔很少，可是对柯P来讲，从政治效应上来讲，就算输他都赚了。现在最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柯P就算因为这样被控诽谤要被罚钱，他还是会赚到。为什么？因为这个四大运跟国民感情，整个国民全台湾的人民多数把他的感情跟这件事已经合为一了，那在政治上这就是一个大得分。柯P有算计吗？未必，我觉得他是脱口而出，可是。有一件事情他是有算计的，他知道说要先讲所有的政治的责任我扛，他难道不知道台北市警局有问题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加七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七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加七，让精彩继续。台湾第一颗自主研发高解析度遥测卫星福卫五号，预计台湾时间8月25号凌晨2:50在美国加州发射升空。五号最大的特征就是到现在我们终于突破了，就包括我们的主观测的这个所谓叫做遥测筹载100%自制。福卫五号如何执行国土安全防灾勘灾，如何带动太空产业？请锁定8月24号，有话好说。